我擀面棍嘞，跌倒位啊！哎，擀面棍伫咧遮啊！你看，无我伫咧你的身躯边，你一个人啥物拢做袂好势。敢讲你大概做胖的时阵，拢爱有人伫咧边啊，甲你斗相共，替你准备工具。谁讲的？这不是安尼。老公。 阿爸因好心收留你，啊，不过讲到底，因是外劳，要哪有可能照顾你一世人？你踮伫咧遮，只会甲因添麻烦。只有我会照顾你，所以你也是赶紧倒来我的身躯边。不管你是目睭看无，也是长脚长手，我永远拢袂弃嫌你哦。我会甲你哄抬较好好，你只要安心做一个惠灵就好啊。不是。 王子，我不是慧玲，你真正无需要牺牲你家己来照顾我，就是我即马目睭看无啊，我还是会当看家己生活的。你看，我即马已经抓到皮薄啊，我两只面团哦，Q，佮精油。王子，你看，我是不是做啊真好？ 信贤也是因为伊目睭看无，对家己真无自信。啊，对蒙子，我得放袂落心。我看哦，要想一个办法，甲杀一个啊！来来来，辛苦辛苦，辛苦啊！辛苦啊！哎呦，你这个人哪会安尼啊？伊就目睭看无，你搁这么无细腻。 是嘞是嘞，小姐，歹势啦。啊，袂啦。老公，你有要紧无？一定足疼的吼。啊，我无代志啊。廖小姐，歹势啊，咱毋是迄种关系，莫有白叫，会互我误会。是嘞啦，我雄雄看你互人讲着，想过着急，毋则会。 啊，金玉啊，啊，那这样你拄好啦，啊，你甲蒙子来做伙过来。哦，我讲阮妈啦，啊，有家提起讲遮年终送暖的代志啊，所以阮妈就做热心的，讲伊嘛要提供一寡物资啦，啊，就请蒙子甲我斗相共，做伙甲物件送过来。好好好，安尼真好真好，大家哦，拢有心安尼要做善事啦哦。哎，信贤嘛，同款啊。 一听着讲哦，我要来遮送物资，就讲要甲我斗相共啦。啊，才会才拄好，伫遮拄着蒙子啦，这个叫做吼、哦、心有灵犀一点通啦，吼、哦。真正有影呢，蒙子嘛是啊，一听着讲会当斗相共哦，都足热心的啊。哦、啊，你看我甲你也无约好啊，竟然伫遮拄着呢，迄个表示讲有缘的人就是有缘，终其尾哦，嘛是行做伙啦。啊，对。 阿伯啊，咱物件拢送到位啊，是毋是发来转来？无啦，我要有话吼，要甲金鱼讲啦哈。诶，金鱼啊，啊，你甲蒙子哦，某两箱遐大箱还是啥物物件？哦，啊，阮妈就想讲哦，这山区较冷啦，所以伊款一寡诶围巾啦、啊秋笼啦。 来来来，谢谢啦！啊，你是要去倒啦？哦，我想要出去行行的。哦，没应该啦，你个地方哦，我做一上面间叫一挂独居老人啦。主定啊，哎呀，名单嘞。哦哦哦哦。哎，喂，罗兰咯。哦哦。啊，我讲你啦，金玉，啊，你个蒙子哦嘛，做位哦，我一挂面间讲做位可以，哦。 好，到上岗啊！来，啊，继续我吧。来，蒙子啊。
到三分。耶，吴先贤。啊，这是用做大新闻，你们来道歉去。哦。拍摄。哎呦，先生啊，人王子哦，物件都放在你面头前啊，你唔着甲接过去。哦。就就当哎哦。哎哎，对，忙点家哈。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哦，把你后边倒搬，哦，来。来，看来看来看来，哦，行，来，来。Celio， 景玉啊，你哪搞骗来家啦？害我搁好信贤公家安尼种来，骗人的人不是我啊，是有信贤好不？你刚才啊，张文爸亲目睭看到有信贤。伫咧甲你搭嘴过，迄面顶的表情哦，哦是足有感情的，所以今是咧眼睛。哇，是啦，要唔过是伊心内的你，所以哦这几天知影，会足思念你的。所以孟子啊，只要你卖放弃，咱一路进攻，攻到他弃守投降为止。感谢是的。当然嘛，真实的呀、啊。好完啦，今来到三江。哦。哎呀，哎哎，恁刚有看到蒙子啊？我一直找无伊的人嘞。蒙子唔跟你做伙啊？是啊，要唔讲哦，阮拄只咧甲船长到三江，我一月头尔，就是无看伊的人嘞，而且我一直找无伊。你敢有看伊的电话啊？啊，当然嘛有啊，也毋过电话拢一直无人接啊。哎呦，坦白讲啦，我拄只看伊的面相哦，敢若心情足歹的，足艰苦的，我实在是足烦恼的呢。哎呦，信贤啊，啊拄只吼，你都无要参与啦，我看伊安尼强要哭出来呢，哎，啊，干咩安尼想袂开啊？袂啦，应该袂啦。伊毋是迄种想袂开的人啦。哎，毋过足歹讲的呢。我听阮妈咧讲啊，即阵啊，蒙子拢看你的相片，哪看哪哭。伊安那苦劝伊，蒙子拢无要听啊。哎呦，蒙子这查某囡仔对信贤哦用情哦，真正足深的啦。哎，安尼袂用的啦。这山内面哦，水是真水啦，啊毋过吼，啊伊若想袂开哦，迄个足危险的哦，尤其吼是遮附近的。母子，母子，你伫倒位啊？母子，我拜托你去出来好不好？母子，我袂阁甲你撒开啊！母子，你袂当有代志，你袂当有代志，若无我嘛活袂落去啊！母子，你有听到无？母子，我袂阁跳到甲你去走啊！我拜托你，莫离开我好不好？母子。有车啦！机车司令，王子，你有要紧吧？有倒位受伤吧？足疼，足疼的。那安尼，你小看顶当看卖你的脚，看敢有法度顶当，啊？哎，四姐啦，啊你担正吼陪蒙子啦，我甲金玉哦去找人斗相共啊。对啊对啊，啊那安尼蒙子交互你哦，你也该顾好势啊。
南捷鹊桥计划大成功哦。开玩笑，咱大官心不忍手，那有什么代志做不成功啊？安怎？你的脚有发到叮当无？哦，我的脚无代志啦。好，那安尼，我即马豆豆扶你起来，若是会疼，爱跟我讲啊。嗯。豆豆来。老公，我就知影你还是要紧我。哇，你是骗我的！我不准你走，你拄则毋是讲啊，你袂阁甲我撒开啊！王子，我即摆已经是结慧玲啊，你无需要对我吃苦。我唔管，你就是我想要爱的人。王子，对，我确实是一个很喜欢的查某囡仔，我嘛不知影是安怎，我就是爱着你啊。尤其是咱两个人在九九会馆做工课的时阵，那段时间虽然咱无啥物钱，过得足辛苦的。啊，不过算是我感觉上幸福的一段时间啊。啊，无迄时阵，阁无参像即摆安尼。你莫阁讲你是慧玲啊，好无？你竟然想要用这款借口甲我撒开，你有敢有想过，无你的这段时间我是安怎过的？我只要想到后半世人无你陪在我的身躯边，我就强要死去啊！我甚至逐天清醒的时阵，我拢在想讲，我是安怎要试过来，我是安怎袂爱归去死死的好啊！你要安尼讲，我就是要讲，无你话我袂落去啦。吴信贤，我管待你以后叫啥说啥。就算你叫做五叉叉是五四三，我就是要对你，安尼，安尼你有了解啊无？